Go. That way. Please, I'm angry. Go. Go. Hurry up！ 昨天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五季第一期开播，因看过预告片被陈小春儿子 Jasper 圈粉的小编迫不及待地抽了一个多小时看了节目。这么暖心懂事软萌萌的小小春为何不带他来早点参加节目？陈小春和殷彩儿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没想到教出来的孩子居然这么没有脾气，全程被爸爸陈小春吼了好几次，还是非常凶的那种，观众都被吓懵了，还有些心疼我们的小小春。而 Jasper 被爸爸骂了只次之后，愣是非常坚强的不哭不闹，该玩玩，该走走。最令小编印象深刻的还是这一段，在节目中急着找到房子的陈小春非常的暴躁，而小小春一直在后面慢吞吞的跟着，一转头都见不到人的那种，气得陈小春吼了好几次。被吓到的小小春拿到大喇叭，非常小心翼翼的说 Can you stop angry now？ 本来暴怒边缘的陈小春瞬间熄火道歉，一直在自责自己对他太凶了。最搞笑的是在吃饭的时候，陈小春可能比较少单独带过孩子，别的爸爸都在喂自己的孩子，陈小春拿起筷子就往自己嘴里塞，怪不得小小春要趁着爸爸不再偷吃，感觉小小春跟着陈小春一路都吃不饱，摊上这么一个暴脾气的老爸又不敢发脾气。小小春懂事到让网友吐槽山鸡哥怕是来参加变形记的吧。从预告片到现在，小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时刻对着爸爸表白 I love you, I love you forever。 好懂事。晚上手机视频，陈小春让他和殷彩儿说 love you， 他说完一把把手机拉过去贴怀里，要给妈妈一个拥抱，这上辈子的小情人果然没白养。昨天下午殷彩儿终于发了条微博教训陈小春，是妈妈叫他慢慢走，怕摔跤，催什么催嘛，人家都不知道往哪儿走，腿短不是他的错啊。小春哥回去怕是要跪搓衣板了，小编脑海中已经有了画面感，因担心自己儿子长相被嫌丑的陈小春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吧，又懂事又贴心情商又高，这么软萌的小小春怎么会不让人喜爱。你喜欢我们可爱的 Jasper 吗？